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不是阳台啊，阳台不要紧，阳台还不要紧，这是你凸出来的一个小房间啊。你在你的楼上啊，认为说，哎，我这个空间啊，再突出这一点不犯法啊，你就故意啊，弄出一个当你的书房啊。弄出一个当你的书房，那么距离啊，这个不对称，跟房子完全不对称，凸出来一点，啊、哦，这个也是小小的，长瘤的。我们讲说攀嘎机啊，啊，背上啊背着东西，会长瘤，而且会长 cancer， 会长癌，长东西。其实都是这个麻烦啊。那回去看一看啊，看看你家里有这个，要预防一下，用剂子把它剂掉。不用记子，叫你那个厨师啊，拿铁锤敲一敲啊，然后念念咒啊，加这个防护一下，想办法做这个做一个法。你家啊，一般来讲起来啊，一个进去的一个大门啊，还有一个后门出来，那大门啊一定要比家的后门还要大，不能后门大前门小，千万不可以。所以叫大入小出，大入小出，大五春啊，才会有胜。这个小入大出就坎坷，所以一门入两门出也不好，一门入两门出也不好，家里门太多也不好。家里门啊太多啊，会生口舌。门代表着口啊，啊，嘴狼哦，嘴威啦，嘴狼的嘴威，啊，十嘴啊，九屁股，啊，十嘴高卡层。你家里开那么多门干什么？家里不用开那么多门。一个大门进小门出就可以，而且小门一定要在侧门侧面或者后面啊、哦、一门入小啊，这个一门出就好，而且大入小出，常常讲的三门一直线，你大门进去啊，一直冲到后门，中间一点阻挡都没有，这个气啊，也就是就算这个气入你家里，气进入你家里，一直冲出去，冲到外面，冲到外面呢、啊，根本不在你家里存呢。这是漏财，漏财煞啊，漏财煞。所以记得你放一个屏风。啊，挡住这个气，这个气从大门进碰到凭空，就往两边跑到客厅，跑到卧室，不会气存不住。你不能让你的前门开门啊，气进去就从后门就溜掉，要挡一挡。这三门啊，一个直线的时候叫做漏财煞，叫漏财煞。另外呢，还有寺庙
啊，你在寺庙呢，左邻右舍啊，寺庙的左邻右舍，因为寺庙的灵煞本身很重的，左邻右舍不一定好住，不一定好住。但是呢，你假如是一个学佛的人，啊，一个学佛的人住在寺庙的旁边，你自己家里也用神用得很好，用神用得很对，反而有活菩萨给你保佑。假如你不是学佛的人，你住在寺庙的旁边，它会有灵煞，啊，会有灵煞，这个是属于寺庙旁边呢，都会有灵煞的。另外，假如在你家里面呢，你常常感觉到啊，这个小孩子不乖啊，啊，你骂了小孩子一句话，他回你三句，哇，比这个老子还厉害，这个老子都关压不住小子，这个小子哈、啊、凶起来啊，凶老子啊，这个老子还要跑，这回去查一查。看看家里后面呢、啊，是不是有水神呢、啊？从后面来，是不是有水啊？刚好从后面来，叫临头水，临头水，南头水，叫临头煞啊。临头煞有时候啊，不好的话还是乱伦的，还是乱伦呢、啊，会有乱伦的这种现象。在美国啊，啊，树木比较多，这个树木很多的，这个家里啊都种了很多的树。那树木啊，大家晓得那个树木的根啊，它伸到这个房子底下的。树木啊，应该讲起来，它本身来讲是环境的这个啊保养，也是环保，应该是有一些树的。但是树假如是太